2016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，媒体推荐新偶像，恭喜！是怀之后全都许魏洲。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办方音乐风云榜给我这个是音乐风云榜，然后我要感谢所有媒体朋友们给我这个鼓励和支持。首先感谢光线传媒，感谢音乐风云榜给我一个能展现自己的机会。然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靠山们，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鼓励我，然后你们照顾好自己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奖呢属于我的粉丝们，有你们才有我，谢谢。然后呢感谢那些关心我支持我鼓励我的人们。在音乐的颁奖礼上，你可不可以唱两句歌给我们听一下？唱歌呀、啊、刚刚那个女朋友是假的，对，底下坐的才是真女朋友。女朋友，我唱一首那个，你会唱《简单爱》吗？周杰伦。对对对对，会会会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，但却没有小孩。靠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着，想着杨梅但又唱着歌一直走。或许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，向着光亮那方前进，好吧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